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的是第四届澳门国际电视节导演艺术杰出成就奖。跟住落嚟要揭晓嘅就系2013年第四届澳门国际电视节导演艺术杰出成就奖嘅，我哋一齐睇下大屏幕。请胡导上台领奖，有请。恭喜晒胡梅导演噶！恭喜！同时，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，著名作家王海平先生为胡导颁奖，有请。亦都有请我哋嘅颁奖嘉宾，著名作家王海平先生。恭喜，请两位留步啊！胡导，昨天呢，您作为颁奖嘉宾上了我们的开幕式的舞台，今天作为领奖者、获奖者，您此刻的感受？这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奖项。特别感谢，第五届澳门国际电视节我们的老同学张慧军主席，也特别感谢徐主席，给我们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。我除了觉得我已经差不多该退休了，要不然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奖呢？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们了。胡导，这个奖项绝对不是个句号，而是另外一个起点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感谢胡导，谢谢，祝贺他，我们期待您更精彩的作品。恭喜胡导。